知一切众生心念如应说法起知之业，你以你自己本身的智慧来分别众生的根器，向他们布施法施，一切智就是一切种智啊，分别智就分别众生的根器，然后根本智就是讲的如来的智慧，有如来的智慧，你又有分别智，又有一切种智，那么你对众生心里在想什么，你知道他的业障是什么，你知道，你可以这样子跟他们说法，了解众生，跟他们说法，知一切法不取不舍，真的是不取不舍。不取就是大家都知道，没有什么东西是你的可以取的。不舍，我们活在娑婆，除了布施众生以外，也不可以舍掉众生，这是不取不舍，不能够离开娑婆，但也心不在娑婆，心不在娑婆，没有什么对娑婆世界没有什么作为，但是呢，我们没有离开娑婆，我们还是一样随顺随缘随分，对于自己的子女孙辈都是随顺这个随分随缘，对众生也是一样的。